你们这些新生怎么回事？这都学了多少遍了？这么笨呢？尤其是你，一到这儿就卡，一到这儿你就卡，你卡碟儿。闭嘴！我这个别解释，老师憋回去。你们多向一个大品牌学习学习，鸿星尔克 ，To be number one。你就在这儿练，什么时候练完什么时候走。太操心了。摔疼了吧？不疼。谁呀？你好，我叫曹文，我跟你是一个班的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叫贾文静，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贾文静，你确实挺文静哈。对了，这个是你的衣服吧？哦，谢谢贾。你知道我为啥一到这儿就摔不？为啥呀？你过来。我就总觉得吧，有人瞅着我。谁呀？别瞎看。正前方12点方向。你看那仨男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太不好意思了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同学你好，能把我的篮球还给我吗？他是谁？为什么我不敢看他？我这是怎么了？我的心怎么跳得这么快呀？心跳了，眼睛都离不开了，想说的却藏在心里羞涩。他是谁？内心的胆怯涌动，怎么了？伫立在风中迷惑。哎，不是曹文啊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好。这个男的，他好像喜欢我。哎呀妈呀，太不好意思了。我？哎，不是。哎，妈呀，赵啊，什么玩意儿过去了，吓人捣怪的。不是，他刚才说他喜欢谁？他喜欢谁呀？喜欢你。他喜欢我呀？那喜欢我也没用啊，我也不喜欢他呀。哎。打球去啊，你不说你要去辽宁男篮吗？啊，我1米7，我考不上。给你，谢谢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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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了走了走了，回见啊，走了，打球去了。哎，走喽。自从那天以后，我的心里就总能出现那个身影，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转呀转呀。转呀！哎，又想啥呢，大美女？走，吃饭去。我不困。不困？不是，那咱去自习室吃啊。我不看书。完了，疯了！不是，你知道你在说啥不？你是不是心里有小秘密啊？哎，你快跟我说说，跟我说说呀！你别乱说，哪有啊？还哪有？哎，你这篮球也不打了，游戏也不玩了，每天就往那图书馆跑，你想干嘛呀你？我不是想好好学习吗？呀，这习学得好啊！自打你好好学习，你从我们全班第二变成了全系倒数第一。你去图书馆看的是小人书啊？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哎呀，人都哪儿去了？人呢？又迟到，又迟到。哎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马上就文艺汇演了。对，小祖宗们上点心行不行？嗯，多向人家大品牌学习学习，鸿星尔克 To be number one。 对，我们要争做第一。对对，节目想好了吗？嗯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没想好谁也不许走。操心呢、啊，怎么想啊？怎么想呀、啊？好了、啊，咱们现在得想一个主题。上哪找主题去啊？去、啊。
敢问高人贵姓啊？免贵姓乔，你们可以叫我乔老爷。乔老爷，乔老爷。听说这个乔老爷啊，在咱们学校干了50多年了，他送走了好多届毕业生啊，我们可以去问问他呀。哎，去，快去！乔老爷好，我们班现在正在为节目发愁，您能帮我们帮忙吗？对，你们应该好好掌握这4年的大学生活。你们需要的应该是快乐。快乐，快乐，对。对是快乐。孩子们，快吧，转眼你们就毕业了。老爷祝你们前程似锦。谢谢老爷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这毕业以后你们都打算干点啥呀？我要创业。我想考研。我回老家找个工作。你呢？你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呀？你也知道，我父母一直住在国外。今天晚上的飞机。那祝你一切顺利，一路平安。恭喜恭喜各位同学顺利毕业！谢谢老师。哎呀，我可算是松口气儿啊。老师，哎呀，老师跟你们开玩笑呢。其实啊，老师最舍不得的就是你们了。有时间多回学校来看看。啊，记住老师这几年说的话，多向人家大品牌学习学习。鸿星尔克 ，To be number one， 淘气。大家穿的都这么好看，照张毕业照，留住你们的青春。好，好啊，老师。来来来，老师给你们照。天气凉了。披件衣服吧。谢谢。老师啊，说，我觉得我们班少俩人。是啊。曹文快来呀，曹文快来呀，你们俩露神了，露神了。来，准备好啊，一、二、三，毕业了。你再不来，我可真走了。别走，我来了。那些年错。